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利人天。也很开心呢，可以看到我们的总经理，我们维新电视台的总经理，还有我们财经乡卫视台的台长，来到在我们的法会现场。总经理，请问在我们这次法会当中，还有以往法会当中，我们电视台能担任的要务会有哪些呢？我们电视台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个水陆法会把它记录起来，给我们一般的弟子还有我们学生能够了解水陆法会的法仪。哦，师父办了这么多年的水陆法仪啊，要给大家全部都能够了解啊，希望大家要来参加啊，有很多法仪。相信师父已经在电视台还有一般上课都已经告知我们的学生弟子啊，欢迎大家都能够来报名参加。是，那我们的圆峰法师，我们总经理呢跟着师父已经长达40年的时间，对不对吗？哎，差不多。哎，对对，所以会有很多师父所传的妙法都在总经理的脑海里面。如果没有老人痴呆，没有忘记的话，还记得的话，有。那也借由节目很多记录来一一把它记录下来。可以啦，可以。如果要我讲的话，我也很欢迎把师父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哦，原原本本的给大家知道。那之后的节目就请各位观众朋友近期收看，在我们维新电视台会有很多的记录，将师父所传的妙法来拍摄下来。好，好，谢谢，谢谢总经理，谢谢。这太容易找了，你知道吗？班长，您的红色的头发实在是万绿丛中一点红。我一直在想说，我看看能不能躲得开。无法。今天我们水陆法会，是我们在这边现场遇到我们的圆圆讲师。讲师你好，讲师你今天的任务是什么？怎么会到我们的水陆法会？我就带领这个我们的所有学员，然后一起来参加这个诵钟集的这一个部分，因为我们基本上都学员都没有参加过嘛，然后蛮有意义的。是，那讲师您也是第一次参加，因为您呢其实是我们驻外海外的讲师，在西班牙。对，因为我常年在外，我也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个，所以这一次就特地带他们来，然后自己也亲身体验一下。那在这个流程会不会也在学院的课程要做一个报告呢，或是做一个研究呢？有，我们这个算是我们的宗教观摩嘛，所以我们还是要写报告啦，还是要做记录过程啊，然后把这些资料呢留下来哦，这样子留给学弟学妹的一些资料。对，在我们水陆法会到今年已经是第25坛了，那在这25坛的留过程呢，也都累积相当多的法仪。那在这些法仪上呢，我们的硕士班的同学会一一的去做一个整理，然后归纳。
对对对，那我们因为研究生嘛，就是要准备这些所有的这个归纳研究哈、啊。那我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些东西呢做一个整理，然后留下来让大家作为一个参考的资料。是，那在法会期间还有其他法务要来帮忙吗？还是在主要在中期上面的？因为我们基本上所有的学员呢、啊、都是来自各个不同道场，所以呢，他们其实呢都在每一个。这个部门呢都在做义工，所以我们基本上是集合大众，然后他们还会分到各个地方、各个这个坛啊、所啊来做一个服务，这样子。所以在法会期间呢，也会到处看得到我们的研究生喽。对对对对对。好，今天谢谢班长，在下一周呢正式法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研究生所有同学会上来。对，我们25号那天哦，是我们的课程，就是宗教课程。那我们会再上来，然后我们经由所长要来带领我们这个讲解所有的七坛一所。是，以学者的角度、以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维新圣教的水陆法会。是的，是的。好的，谢谢，谢谢讲师，阿弥陀佛，谢谢大家。我们在水陆法会的现场呢，也很开心能够遇到我们的金港师兄。金港师兄你好。阿弥陀佛，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弥陀佛。是，请金港师兄您，我是我们正期班第几届，还是我们还有在其他课程随修？是，我是正期班台东道场正期班20届，然后有在维新圣教学院硕士生。是，是。那是我们第一届的硕士生。是，我是第一届硕士生，大家好。那今天一起跟着校长、副校长跟所有同学一起送钟旗回到总本山。是，没错。那在这水陆法会，您已经参加过几次了呢？应该有超过，应该快要10次了。10次是。那今年比较不一样，会以研究的方式、研究的角度来参与我们的维新圣教水陆法会。是，今天会以就是以学生的角度来研究，然后来收集一些我们法会参与一些仪式啊，还有一些过程，来做未来的研究的题材这样子。是。那在我们研究所的课程当中，是哪一门科目是会在主要要来做这里的研究？是，像我们之前主任有教授我们。经典专题研究，我们有来过维新，松本山先佛寺来参与放背的课程。那时候鸳鸯法师跟鸳鸯智法师有指导我们放背，然后这次法会也有七堂一所的那个法会，所以我们也可以来观摩来学习这样子。那我们的金港师兄呢，无论在台中道场的法务工作都非常热心，还有在儿童学义金等等的法务都非常的支援帮忙，对不对？是啊，也感恩我们中门有这些平台让我来学习，然后也抱着谦卑的态度，希望能学习更多，也谢谢主持人，然后很多显示同学给我们那个新人很多机会，这样子感恩，谢谢。谢谢我们的金港师兄，因为接下来要往下一站的方向去了。好，南中。好，谢谢。谢谢师兄。师兄，大凡寺，大凡寺，对，怎么称呼？我姓廖，廖云成，对。我看见廖师兄，您今天身上的配备不一样。我是当那个大凡寺的骑师，已经恭喜回来天佛寺，对。那今天是几点出发呢？我们从大凡寺是9:15，9:15，对，出发，对，对。觉得说我们的骑师都要非常高，非常壮。应该是吧，应该是，对，应该是。才够稳，对不对？对对对。哎，那师兄是我们正期班第几届的？第19届。第十九届，对。那在今年呢，大凡寺有没有在水陆法会是什么法务？我们是在500罗汉，还有道藏那边护坛。对对对，三年换一轮，所以去年也一样嘛。对，去年也一样，对，去年也一样。对。那在这段期间，您会来我们水陆法会几天？会，还是会全程参与？没有全程参与啦。对对对，大概就礼拜一会来，有
有社联会的部分会来参拜，然后大概就礼拜一还有礼拜五，我们是照轮流了，哎，照排班这样，对，十五天。好，谢谢师兄，阿弥陀佛，谢谢。师兄好，跟我们电视机前面有观众朋友打声招呼，阿弥陀佛。师兄来，请问您我们是哪个道场？大凡寺。远远的就看见师兄拿的工具不太一样，我们这是今天就是那个、啊、送那个、啊、我们迎宗送宗旗回来，对是，然后呢有特别准备的这样的一个锣鼓，因为一般都是由专业的那个人来做，然后你们今年特别准备，对，快乐队啊，我们快乐的迎那个宗旗回师，那个天博士这样，是。那今天我们有多少人一起下来？两车，六七十个人。哇，大家都请假有给你？有的请假，对，请假，对。那我们学员是第几届的学员呢？我们是二十三届。也都是二十三届。对，二十。曾中全。曾师兄。钟昭禄。钟师兄，是因为远远就看见您不一样。那在使用我们的锣鼓，你们这样一路下来有什么要节奏感呢？还是要什么默契？要节奏感，也要有默契呀、啊。对。在寺里面有训练了一下，有练习了一下。对，有。除此之外，你们还要准备怎样的一个乐器一起回来呢？锣耙。有锣有耙，对。也都在大凡寺有事先排练，有事先，是。对，那到时候水陆法会结束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回到我们大凡寺。对，是的，是。那刚刚我看到说我们请回来的宗旗、宝鼎、老祖之外，还有其他的菩萨一起回来耶。观世音菩萨，是，对，就寺里面的菩萨了，是，都一起请回来当回娘家的意思，这样，是的，对。好哦，今天谢谢师兄，谢，阿弥陀佛。我问您师姐，我们今天您是已经提早进驻仙佛寺准备吗？我昨天早上9点就搭高铁下来了。是，昨天就在我们每一次活动上面都可以看到慧玲师姐，我们进进出出来忙东忙西，在为我们呢留下最美的摄影画面。在我们是在报恩，是，对，报恩，是感恩。师父还有那个老祖师尊诸佛菩萨还有你你们姐妹愿意把师父贡献出来，感恩你，感恩师父，也感恩老祖师尊来可以护佑我们大家。然后在这次水陆法会呢，其实比往年呢还要更盛大，觉得每一年的人数都在增加。对，很感恩也很感动。是，那在驻地记者上面呢，慧玲师姐您原本就是这个专业吗？我因为是要报恩，所以喜欢，然后就尽力而为而已。是，感恩。那下次遇到慧玲师姐，别忘记跟她打声招呼哦。谢谢，感恩，谢，阿弥陀佛，谢谢。我们基隆道场的师兄吗？师兄怎么称呼呢？我是童兆畅，童师兄。对。是，童师兄是我们的基隆道场。今天在我们的维新圣殿前面，法务内容有今天是什么呢？今天就是各道场的宗旗跟宝物那个宝鼎要来进仙罗寺这个维新圣殿。是，那我们在这个的位置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就是要把各道场进来的那个宗旗，宝鼎，还有老祖圣像，桂楼，是。那也可以听到，接下来下一个道场也要进来了。对啊，是啊。是，那我们就要准备咯。对，好，谢谢师兄。好，谢谢你。谢谢，感谢你，阿弥陀佛。师兄，你要拿太极金要去倒位？今嘛请老祖来，这爱化掉，要化掉。是倒一个道场？宜兰道场。是啊，那今天这本来是上面是放我们的老祖师尊。对。是。那师兄你应该怎么称呼啊？双口李师兄。李师兄是。李师兄是我们第几届的同学？16届。16届。是。今天咱是对宜兰道场出发吗？对。早上几点？差不多。
八点半，然后跟老祖师尊法会才能出发。对，那个住持，道场住持那个法会了，再来先入寺庵呢。是，所以可以看到呢，我们是用红盘接着我们的太极金，然后上面会安放我们的老祖师尊，然后恭请回来。对。是。好，所以接下来要到我们旁边把它化掉了。对。好，谢谢林师兄，谢谢。圆照法师，阿弥陀佛，终于等到您了，思思念念。是啊，你好，你好。我们21号第一天，对，就送中旗回来哈。哎，因为我们那个今年还是负责内坛的那个护坛的这个工作，是，所以我们一定要提早下来，还要在里面还要再布置。所以等一下会带着我们的同修一起到现场来做布置喽。对，啊，因为今天大家都很早就出门，所以等一下先休息一下，然后就会到内坛再去做布置的工作。那我们今天有多少同修一起下来？55个。55位的两台游览车了。对啊，那就是自己各自开车比较方便啦。是，因为有的都已经要留下来，总共会有10天的那个进驻。是，所以今天这几位法工们就会住下来吗？还是会再来回？有些会来回，那有些是全程10天的，有三十几位，30几位会。在我们的水陆法会表定上呢是5天6天这样子，但实际上前置作业会有2周左右。我们内坛的话，礼拜一就来布置了。礼拜一。那先回去，那今天那个送公众中旗宝鼎老祖回来的时候，再就一起进驻，再继续布置。好，谢谢我们的圆昭法师，看到圆昭法师都觉得好亲切哦，好开心。好，谢谢法师，阿弥陀佛。那在我们法会现场，周师兄也跟着我们学院一起，今天送中旗回来。是。那请您跟大家来自我介绍一下。好，大家好，维新圣教朋友们、师兄师姐们，大家好。今天真的很荣幸、很高兴，在王禅老祖圣诞的日子，我们能够齐聚一堂来欢聚，给老祖祝寿。这是我们的荣幸，同时在我们现在天温这个天温这个疫情的时候，尤其我们需要老祖的加持，让我们远离疫情之苦，让我们得到天下太平，是我们大家的福气。谢谢大家，希望大家一起来参拜，感谢各位哦，阿弥陀佛。在疫情的部分，周师兄感同身受，因为是周师兄，您是在越南开工厂、公司，对不对？是的，我在越南已经有10几年了，是这一次疫情才回到台湾。是，也是疫情所赐，然后回到台湾跟家人相聚。是，这也是一个特别的巧遇的安排，也是老祖的加持，让我整个在后面等于说60岁以后的一个人生做了重新的改写，也重新有了新的开始。是，因为周师兄在我们学院的研究生呢，也是第一届的同学。是，然后这是因为就是在去年，然后易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有了应用易经研究所，然后很荣幸也有老祖的加持考入了这个班。那我在这个地方学到了很多，也让我启迪到在我们人生真的易经可以帮助我们很多，趋吉避凶，而且真的是我们人生唯一指引我们的这个灯塔，真的值得大家去投入。也很敬佩，因为曾经有跟着大家一起旁听过，然后内容呢有的都是宗教系列的原文的 paper， 哇，这真的是太艰深了。其实这个是我一讲，就是人生它的浓缩的精华，不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平常的生活搅杂，它其实它涵盖的一些真正的义理道理，它是非常深邃的，那也是需要我们大家用心的投入去了解。同时在我们很多人不同的经验当中，大家齐聚一堂，可以共同的去分享，
把这样的一个法典分享给更多不知道的人，我们一起来可以参悟，然后达到建立自我的心庙，达到世界和平的净土。谢谢，谢谢周师兄，也鼓励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一起大家来学易经，还有在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报考。是，这个是一个殊胜的场合，欢迎大家，谢谢大家，让我们一起来学易经，让我们生活更美好。谢谢各位。好的，谢谢周师兄，谢谢阿弥陀佛，谢谢大家。